八臂螳螂完颜康，上个月到阳城戏湾里，为了没给你拜码头，就将班内数十名妇人给奸杀了。朕不愧为采花大盗。
手段残忍，无人能及。今天我要借用你的人头，去祭拜他们。哼，给你一个秃驴，也奈何不了我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打朱家以来，就立誓要普渡天下，专杀十恶不赦之徒。 一个破瓷汤，香味十足。哎，来来来，是是是。哎呀，好真香啊！哎，我来这边。我来这边。真好吃，真肥啊！好吃啊！吃来来来。哎，你们怎么光顾自己吃啊？ 你好几年没有开荤了，哎，小兄弟，我刚刚吃了你们的鸡屁股，哎，这点银子返给你们，可以买七八只鸡呢。你看，老秃驴啊，今天其实我们也没打猎，这只鸡嘛，是我们顺手偷来的，哎，甭客气啦，甭客气，我们这只鸡啊是顺手偷来的，大伙都顺口吃鸡，大伙都得个顺子啊，好，这个真合胃口。
这个人头是我准备丢到饿狼谷喂野狼的，他是夜神完颜康。哦，原来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采花大盗。那该杀该杀该杀呀！你是谁呀？好，法号圆空。啊，你就是江湖上人称的圆空秃驴，啊不不，哎，圆空大师啊，哎，是是是是是是，行侠江湖的圆空大师啊。阿弥陀佛。 真娘，你先躲起来，我在这儿跟他拼了。不，把这封信一定要交给杜明远、杜大侠。不，要死我，我们要死在一起。我千辛万苦的，又受了重伤，是为了什么呢？这封信你一定要送到。若没有送到杜大侠的手中，有多少江湖豪杰？ 会死于非命。你快走，你要是不走，我死都不会瞑目的。不，我不走。快，我不走。你快走啊！不，阿弥陀佛，小哥，你们要送信给杜大侠，正巧我也要去拜访杜大侠。这样好了。 待会儿我替你们打发来人，回头我们结伴同行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他们是穷凶恶极的江南三鬼，不言不孝不仁。大师，您要小心啊！阿弥陀佛，我们先躲一躲吧。 有，他们就在里面。陆天豪，你们跑不了了。老头领，原来你跟他们一伙的。好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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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
三兄弟的，除了杜大侠，恐怕只有一位圆空大师了。老衲正是。既然是大师，我们兄弟也输得心服口服。这可能也是杜大侠的劫数。可是我们要问你，你究竟是杜大侠的朋友，还是他的敌人？为什么我们一直追捕？
朱天豪，你却极力的帮助他。阿弥陀佛，他们夫妻送信给杜大侠，没想到你们半路拦截，就算是鬼使神差遇见了我，我也不能不理。大师，你错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们发现一个庞大又神秘的组织，他们想要恢复帝制，就是怕杜大侠。 从中破坏，他们利用朱天豪想向杜大侠下毒，我们才阻止他的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你们江南三鬼还算是好人喽？我们不是好人，可是我们也不是卑鄙的小人。我们这样做，也是报杜大侠多年前不杀之恩。既然我们无法阻止朱天豪。 只有以死相报。哎呀，朱天豪已经赶去送信了，我真笨。 怎么又救错人呢？这到底是谁对谁错？我该听谁的呢？哎，江湖真是险恶。 石屋，好像是杜大侠的家里。我们走。一日遁寒山，仰命参山我。平生何所忧？此事随缘过。日月如是川，光阴时中火。 任你天地意，我唱言中作。杜大侠好听力，佩服佩服。小人朱天豪，与内人赵征娘。 受那韦氏兄弟之命，有一信函请教杜大侠。韦氏兄弟前几年领教过大侠的高招，如今又向大侠下挑战书了。我已退隐多年。 早已不问江湖之事，如果有人说大侠是缩头乌龟的话，那你这封信就不收了。
小兄弟，我是杜明远的儿子，杜东升，多谢大教。嗯，你是想四海为家，流落江湖，还是做我的徒弟？师父，我刚看你的武功。 恐怕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及得上你。你本事大，我将来一定可以替父报仇。可是，我先把爹的遗体埋葬，在他灵前拜祭一番，我才跟你走。我一定要报仇。 好小子，有出息。 总统准备恢复帝制，各省督军都已赞同，只等签署文件后就恢复帝制，到时候各位给我享受荣华富贵。好极了，真是天佑我大清王朝。头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杜明远的武功再厉害，也免不了一死。杜明远的儿子被元空所救，手下并没有做到斩草除根。元空。 好个秃驴！我跟你势不两立。总有一天，我要砍掉那个秃驴。朱天豪，在。从今天起，给我注意元空的举动，谁说起他的性命。还有，一些江湖自命侠义之士，不肯接受帝制的人，一律格杀。是。
想不到，组织里面竟有内奸！杀害杜明远的事，竟被江南三鬼知道。陈桥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哼，大不了一死。你妄想恢复帝制，你死后还想留下千秋臭名吗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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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写手印，你们注意听着，这就是背叛祖宗的下场。是，是。 你注意听着，达摩亭也叫力雪亭，力雪亭的来源据说当年慧可祖师想得到达摩易筋经，有一日他在达摩亭血身过膝，慧可坚韧下去，达摩见之于心不忍，便对他说：“只要血变红了，我立刻收你为弟子。”慧可断然抽剑断臂，血染血界，达摩感知，立刻收他为弟子。 少林寺的产业，这里是供俗家弟子练武之地。前山的少林寺有很多禁地，没事不要擅自闯入。是，还有，这里都是你的师兄弟，他们个个都是身负血海深仇。 哪叫练马步呢？是啊，练马步啊！<笑>阿妈，上去。哦，是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师兄，对不起啊！<笑><笑> 师傅，你们过来。是，我给你们介绍你的师兄，好。各位师兄好。我叫程小龙。嘿，我啊，叫邓培。嘿嘿，我是胖胖啊。嘿嘿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叫你武功啊。好。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哎，怎么了嘛？哎呀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啊，哎，起来起来啊！哎呀，搞什么东西嘛？哎。
这招猛龙出海，虽然笨手笨脚，可是刚而实在。你功夫华而不实，花招太多，那只能对付平常人。要想对付英雄好汉呢，哎呀，那可难喽。哼，你自以为你像一条牛啊？你打得赢豹子吗？哼，当然打不赢了。不过啊，对付你这种三流猫的刁手红元宝，可是绰绰有余哦。你，师傅。 师傅，每次程志用他打我，我挡都挡不住哎，这要怪你没有好好的教我。好，今天我教你最后一招。真的？好哎！看清楚了。哎，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啊？乌龙神掌。啊！哎呦！哎，这又是什么啊？乌龙毛栗子。哎呦，真的会疼哎。 贪多嚼不烂，像你这样练功夫，一辈子也别想练好。真是虎父无犬子，我是因材施教，多谢师傅。 胜心莫急，心急气必服。猴子，起来！哎，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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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哎，没事啊。近照急如风，天机变易快，还玩不玩？我不玩了。快起来，起来吧。混，混，到，混。
大师兄啊，你怎么会这么专心练武呢？哎，你别以为我喜欢好他，其实你错了。练武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别人练武是为了健身，而我是为了报那血海深仇。如果不是为了报仇， 我也不会老远跑到少林寺来练拳。哦，什么血海深仇啊？父母被杀，家被毁了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所以，我要好好的练，报仇。你看，咱们就一走了之了，是不是？咱们手无缚鸡之力，斗不过他们，躲开他们总可以吧？ 犯不着去捧那些臭脚。爹，捧什么臭脚啊？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满清，建立了民国，全国百姓都倾向了共和。袁世凯一心想恢复帝制，又想做皇帝，控制百姓，我怎么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去捧那些臭脚呢？所以，我离开了工作岗位， 带着你们回乡居住。你可是陈荣盛？正是，在下跟各位无冤无仇，为何拦住去路？陈荣盛，你想留？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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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一批来路不明的黑衣蒙面人，可能与恢复地质有关，而且家父并没有仇家，只是坚决的反对地质。师兄，你不要难过，有这么一天，我替你报仇嘞。我一定要好好练功，过一些时候。 师父允许我下山，我一定要回家看看，查出到底谁在幕后杀害家父，找出凶手。我一定要抱着血海深仇。
玄玄玄，难难难，道最玄，武最难，莫把功夫做等闲，不欲弟子传武术，空言口累舌头干。师父，弟子在此跪着受教。三更天了，你不去睡觉，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？家父常向我说《西游记》的故事，师父把我当成《西游记》的孙猴，在我后脑勺打了三记，意思是叫我午夜三更来传授武功。故此，弟子大胆地跪拜他下。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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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跟我来。现在，你把你爹的武术练给我看看。是，师父。你这功夫就像个卖西瓜，中间切一半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他。哎，我爹没有教我武功，只是在他练功的时候，我偷偷学了一点皮毛。他不喜欢我练武，只是让我好像野鹤一样自由自在，在田园上生活。哎，好，现在你把你学会的功夫来攻我。好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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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该柔不柔，该刚不刚，蛮力虽有，但劲力不足，有劲力才能达成妙境。所谓太极是个大而无外之物体，它分为阴阳两面，太极动变出阳，动极而静变出阴，所以动为实，静为虚，其妙用在于走拈两绝是否得法。师父，什么叫走，什么叫拈呢？化敌境为走，来，你攻我啊。这这喊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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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灵活的运用，这是所谓静。现在我就教你寸静啊。什么叫寸静？好，你注意了。师父，你父亲最懂得用尽的静力，所以在江湖上未逢敌手。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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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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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
这里啊，哼，这小丫头是不是有色情狂？我又不是她的老公，干嘛要洗我的衣服？我得把偷。
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你好玩哟。不要脸，光着身子就跑出来。哎，那我怎么知道你要看我啊？哎，你打在我面前，我怎么能不看呢？嗯，那你有没有看到我那里啊？下流，我不看那里，我看哪里啊？啊，那这么说，你看到我，那我不是我吃亏了吗？哎，你不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呢？哎，那我不看你，你怎么知道你在看我啊？真不要脸！不要脸！我被你看到了，还说我不要脸呢？那到底是你不要脸，还是我不要脸？元宝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！师傅，我没有啊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没有啊！住口！还想狡辩？我一定要重重的罚你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每天洗师兄弟的衣服，挑水、砍柴、烧饭，直到七七四十九天期满为止。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。徒儿知道。师父不好好教我武功，只会罚我。另外一招蛤蟆功，它最重架功与掌力，与走、粘两绝相依相继，它虽能达到太极阴阳绝之妙用。啊！嘘！啊！你！你过来，我教你蛤蟆功。看清楚了，嘿，来，做一次。哦。今天啊，来庙里的香客好多好多哎，有好多，每个人呢、啊、都用挑着来的，真的、啊。哎，你哎，来，你们快吃吧啊！吃不完的话呢，哎，我再去偷啊！来，这里还有啊，这里还有，来，吃啊，快吃啊！够不够啊？不够了，我再去偷啊！好不好吃啊？好够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啊。胖子，你尽量吃啊。元宝，胖子，猴子，你们在哪里啊？二师兄，我不去了。怎么了？我的肚子好像不舒服哎。你肚子不舒服啊？你有没有乱吃东西啊？就吃这些东西，吃得好胀哦。不可能了，
不可能啊，那边只有苍蝇而已。哎呀，二师兄啊，我也是。啊，人们宝，猴子，胖胖，哎，你们跑哪去了嘛？我找你们找了好久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要找茅坑，轻松轻松啊！啊，找茅坑？哎，不行啊，寺里头和尚排了一大堆呀、啊。啊，排队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就各位就地掩蔽好了。好，就地掩蔽好了。就要到了。好，给他3000两银元，要他在这几天当中想办法除去袁匡这个老秃驴。是是，送上黑子，要附近百余村镇在半年得交出10000两银元，不交的话血洗该村。是。二师兄啊，衣服帮我洗干净一点啊！二师兄，火气不要那么大嘛！啊，还有19天了啊！元宝，辛苦你了。哎。二师兄真可怜呐、啊，被师傅罚了那么重，每天呢、啊、砍柴、烧水、挑水、煮饭，哎呀，真可怜哦！哎，这为什么？哎呀，还不是为了西边洗衣服的姑娘吗？大师兄，走吧。哎呀，真可怜哦！元宝还真可怜呢。我害了你，我帮你洗嘛。我不要你洗，有什么了不起嘛？哼。胖胖，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背会了没有？背会了，师傅。好，再背一次。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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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疑是地上霜。对对对对对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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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低头看诗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低头吃馒头，对对对对对，低头思故乡，一首诗都让我背完了，真是蠢才。一首诗背了一天，你真是笨呢，简直是人头猪脑。是是师傅。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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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笨。双臂金条，嘿，黑虎偷心，嘿，吊马冲锤，嘿，元宝脱逃，双龙出海，嘿，给，哎，给啊，嘿，哎，嗨，哎，三龙摆尾，顺水推舟，嘿，饿虎擒羊，顺风送客，元宝，你这招叫什么？这招叫鸭子落水啊！员工秃驴，快给我滚出来！你是谁？找我师父干什么？哼，我是无情杀手白寒风，今天要干掉员工秃驴。无情杀手？哼，我要把你打成无忌杀手。哼，你也配？呸！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可以当杀手啊？真的下头了！追，穷寇莫追。现在已四更天了，快回去睡觉吧。是是，师父。好，
师兄啊，哎，这个叫什么功啊？啊，这蛤蟆功啊，蛤蟆功啊，哎，哎呀，都怪师傅啊，没有教我这个蛤蟆功。哎，二师兄啊，上啊，试试看嘛。啊，去啊。哎，当然要上了。哎，这个要那样子好了。大师兄，你先上。我，哎，然后你上啊，然后我啊。哎，我去问问师傅，他为什么不教我这个蛤蟆功？我去问一下，马上来啊。先上啊。大师兄啊，二师兄说你先上来。哼。哎呦！哎，好啊，哎呀，还好我闪得快，要不然啊，哎，我可惨喽。好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东升，你的功夫进步好多，以后为江湖除害，非你莫属。可是你要好自为之。一年的期限快到了，不知赶往少林寺北远镖局的总镖头云中鹤是否已取得达摩易筋经？如果取不到达摩易筋经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达摩易筋经乃是武林至宝，江湖中人都想拥有它，如果拿不到手，很难交接江湖正义之事，保护镇民。看来只有缴清一万两银元才能免去这组织邪习永乐镇。赵员外，别说是一万两，就是一千两，本镇也没办法凑足。除了这个办法之外，是否还有别的好办法呢？只有请出武功高超的云空大师，才能解救永乐镇的危机了。打给我看看。是。
施主，此乃少林重地，闲人不得闯入，施主请回吧。你也是闲人？我乃少林俗家子弟，师父们都做早课去了。哼，正好。哎，到啊！我滚！哎哎，到啊！哎，到啊！哎哎，到啊！都站好！施主，你来干什么？大师，在下是永乐镇威远镖局总镖头云中鹤，此次前来只想跟贵寺借用少林达摩易筋经一用。施主请回吧。我取不到达摩易筋经，我绝不回头，除非我死在这里。你施主，请回吧。施主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取得达摩易筋经不可呢？因为永乐镇最近接到神秘的黑帖，需要在半个月内凑足10,000两银子，否则血洗该镇。在下曾经无条件答应永乐镇镇民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但对手是江湖新近崛起的神秘组织，势力庞大，在下力有未逮，所以只有出此下策，前来借取少林达摩易筋经，用它来吸引江湖正义之士，同来保护镇民的安危。施主，少林寺在百年前遭到回路，达摩易筋经早已不全。不过这样好了，你跟我到慈恩堂，我们来研究研究对策。请。请。我不能去。最近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，在佛祖面前我立下重誓，10年之内不能离开少林。我看这样好了，让我的徒弟陪你回永乐镇，共同保护镇民。他们别小看他们，
他们个个都有独闯十八罗汉阵的能力，不信你可以试试看。闯过我们四个门儿都没有。决定啊，要跟我师兄弟下山，做一件大事情。哎，元宝，什么大事？不能说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下山就是一件大事就对了。元宝，我了解。小林啊，你要等我回来哦。我会的。我会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一回来啊，马上到你家去提亲。那你一定要快回来哦。我会的。你们这次下山可以多加磨练磨练，有关这个组织，可能跟上一次的刺客有关联。路途上你们可要小心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去了。好，师傅，再见了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哎，再见啊！哎，他们几个在笑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这几个宝贝徒弟啊，终于下山了。哼，我们可以过些清静的日子了。是啊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哎呀，这些个混小子，哎呀，哎呀，搞得我很惨呐、啊！今天呢，我非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！
这下我要把你们压成肉饼。营长公，快，动啊，快，快，快，大人，快，大人。